提取线稿，简单。Ctrl 加 J 复制一层，Ctrl Shift 加 U 去色，Ctrl 加 J 再次复制一层，把图层的模式更改为颜色减淡。Ctrl 加 I 反向，执行滤镜，其他，最小值，半径设置为一，确定，搞定了。